兄弟们退游了，我宣布保安队彻底解散，蛋仔派对问谢仔不玩了。嘿，臭浪哥啊，正好好的，你咋突然就要解散保安队啊？还退游不玩了？是不是没蛋币发工资了？我可以资助你100万。我看啊，浪哥是做梦还没睡醒呢，赶紧醒醒，赶紧滚！你给你们就别劝我了，现在的蛋仔岛早已经是物是人非，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繁华蛋仔岛了。最主要的是，你看看哪里还有蛋贩子，哪里还有小黑屋，那老大的阵营也都凉飕飕的，他们也不搞事情了，大家也不再被欺负了，所以蛋仔岛不再需要我们保安队这种职业了。好了各位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咱们山水有相逢，就此别过吧。看着远去的背影，又一位玩家退出了蛋仔舞台。屏幕前的家蛋们，你们也遇到过蛋搭子退游的吗？有的话可以给视频来个点赞，让我们目送他的离去。 2000 years later， 蛋仔岛的广大蛋民请注意，近日距离蛋仔岛不远处的一座岛屿受到不明邪恶势力的摧毁，它的下一步破坏就是咱们蛋仔岛，请各位蛋民加强防范，请各位蛋民加强防范。天啊，下个地方就是破坏蛋仔岛，这必须得有蛋前去阻止啊。就是就是，必须得有蛋去阻止。那么谁去呢？哎呀，这可咋办啊，要是保安队在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浪大队长还在就好了。老天爷，那谁去阻止呢？那谁去阻止呢？我来，我小队长去。我秀儿副队长也要去啊。是小队长和副队长他们俩回来了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，这次有救了。好，秀儿姐姐，我们势单力薄，所有的技能都打不到那些坏人啊。是呀，小队长，要是有浪哥在就好了，他肯定有办法。你们这些小蛋仔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浪哥，你在哪儿？保安队需要你啊，蛋仔岛需要你啊。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，但我迟迟都没有忘记你。秀妹子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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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浪哥，啥？真的是浪哥回来了。来呀，想来破坏我们蛋仔岛，除非他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哟呵，你就是蛋仔岛保安队的浪小子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好，那就今天让你知道知道，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来吧，拜我蛋岛者，虽远必诛。最后一击，机械战龙觉醒吧，臭反派给我嘎。哈哈，我就知道浪小子肯定会回来的，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他们哇哇叫。不过那浪小子一回来就从我这白嫖了一架刚研制出来的飞翼战龙，这个东西我得跟他要回来，可不能被他贪了呀。走。